来て以来、中国語で、以、ほう、以、ほう。動詞の後ろに以、ほうをつけます。例えば、日本に来て以来、母の料理を食べてない、日本に来て以来、来、日本、以、ほう、来、日本以后、以、ほう。 哈哈，努力！妈妈做的菜，妈妈做的菜，食べていない。没吃过，没吃过。日本に来て以来、母の料理を食べていない。来日本以后，没吃过妈妈。 做的菜，来日本以后没吃过妈妈做的菜。来日本以后没吃过妈妈做的菜。カレーは一人に暮らしを始めて以来、ずっと外食が続いている。一人に暮らし，一个人住，一个人住。 人に暮らしを始めて以来，开始一个人住以后，开始一个人住以后，开始一个人住以后，ずっと。が続いている。一直一直外食。 在外面吃，在外面吃，ず多と外食が続い一得る。一直在外面吃，一直在外面吃。因为一人多尼しを西め哈以一来，ず多と外食が続い一得一他开始。 一个人住以后，一直在外面吃。他开始一个人住以后，一直在外面吃。他开始一个人住以后，一直在外面吃。索诺多吉以来，那时以后，那时以后，索雷以来，那以后。 那以后好了，嗯、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嗯、下次见。嗯